们好，我是电塔的少女蜜柑。 iPhone 11的系列手机呢已经开卖一阵子了，要换今年的 iPhone 吗？要换11、11 Pro 还是11 Pro Max 呢？因为距离开卖已经一段时间了嘛，所以像这样类似的问题呢应该都已经渐渐理出头绪，做出决定了吧。不过还是有一小群人现在仍在烦恼之中，那就是呢原本习惯使用 iPhone 但是看了今年的 iPhone 11之后决定要换 Android 手机的人，有吧？有这一群人吧？不要抗拒你心中自由的灵魂。好啦，如果不买 iPhone 的话，要买什么呢？通常啊，果粉啊，在跨出苹果舒适圈的时候，通常有几个痛点。因为长期使用 iPhone 的人会非常习惯系统非常稳定，然后操作界面的一致性很强，拍照也不需要想太多，因为没有太多功能要调整，所以只要按快门键就好。那这样子呢，在面对自由度很高的 Android 系统的时候，通常第一个反应都会是困惑。打个比方啊，你原本居住在一个只有一种交通工具，比如说是捷运的城市好了，然后你很熟悉这套系统，你想要去哪里只要想说离它最近的捷运站在哪，然后再走过去就好。但 Android 呢就像一个有十种交通工具的城市，有脚踏车啊，有公车啊，捷运、计程车或龙猫车等等，你突然有了几百种方式可以抵达你的目的地啊，比如说先公车再脚踏车，或者先坐船然后再坐龙猫车等等。如果你没有事先规划好的话，你就会觉得事情有点复杂。但如果熟悉这些工具的使用者啊，就可以找到比只有捷运还要更快抵达的方式。我承认其他交通工具啊，它的可靠度和稳定性可能比不上捷运，但节省时间就必须要承担风险，没有什么绝对只有好处的事情。原本就拿 iPhone 的使用者啊，你的购机预算一定可以买得到 Android 的旗舰机。相信我，你的耐力、时讯息真的没有那么重要到需要一生保存。很多 iPhone 的使用者啊，跨不出来，就是因为 LINE 的历史讯息还有 iCloud， 对吧？难道你的一生都要跟一间美国公司相依为命吗？难道你的一生都要……好了，我想我应该有表达到我要说的意思。如果你就是想要试试看 Android 的手机，不想要再买 iPhone 的话，你有哪些选择呢？那我就帮你整理一下今年下半年度几支有名的旗舰机吧。Android 啊，如果买到旗舰机的话，它的系统稳定度通常也会比它的中阶机或入门机来得更好一些。那旗舰机们，它们的排列顺序就是按照上市日期喽。首先呢是华硕的 ROG Phone 2，如果从 iPhone 换过来啊，应该会马上觉得手感差很多，因为外形做了很多帅气的材质拼接，但最有感的呢会是玩游戏的降温效果，手机玩一玩变烫了，只要加装风扇，温度就会降下来。如果是 iPhone 的话呢，只能忍耐一下热度或暂停一下。120Hz 荧幕的视觉滑鼠感，让你换过来也不觉得荧幕有落差。 ROG Phone 2的配件之多也是有名，还能接大荧幕玩手游，想尝鲜试试换花样的使用者，它的玩具会让你玩不完。接下来呢，三星的 Galaxy Note 10系列也是今年的热门，不管是机身外形的细腻度啊，拍景色、拍人像、拍景深或拍景物都调整到位的 Note 系列，今年 S Pen 又加入更多悬浮操作与功能。最多人选的颜色呢，新环萤，我真心建议你要去看一下实机，因为我也是看了一堆新闻照片，觉得还好，但你拿到手立刻震惊。话说三星家的旗舰机啊，不管是 S 系列或 Note 系列，都是蛮多 iPhone 使用者换 Android 手机的选择，大概是因为两者在手机功能面上实在相差悬殊的关系吧。再来是9月份才发表的 Sony Xperia 5，今年呢是先发表超旗舰 Xperia 1，后才发表旗舰机 Xperia 5。如果从 iPhone 呢换到 Sony 啊，我觉得最大的差异应该是系统风格还有拍照吧。从美式的色调啊转到日式的调色，机身跟系统做工精致是没话说，但很需要使用者的智慧来善用。察言观色规矩很多，要融入这个体制，如果你神经太大条，我觉得你不要换过来。拍照也是同样的状况， Xperia 5呢一样有导演模式、 Cinema Pro 拍摄等等，这些呢需要构思场景，用心体会，与另外一个创作者在体验上面做连接。对这种细腻相处感兴趣的 iPhone 使用者再过来吧。接下来呢是华为下半年的旗舰 Mate 30系列，台湾还没上市，不过4K主镜头呢应该会更加凸显华为手机拍摄的风格。拿 iPhone 的使用者啊，如果第一次拿 Mate 30，应该会对它的瀑布萤幕有点迷惑，手机边缘都是萤幕，视觉很宽阔，但是不习惯这种无边际的感觉。我个人呢是喜欢有边框的手机啦，因为太常躺着滑手机了，如果边框感应太灵敏啊，会一直误触到。拍照方面呢，7680fps 慢动作录影真的吓死人。其实 Mate 系列呢是华为最高阶的旗舰，效能啊或拍照什么都不用担心。稍等一下，它在台湾上市时会不会公布 Android App 的解决方案吧。
虽然 Pixel 4呢会等到10月15号才正式发表，但其实实际都已经爆料完毕了。身为 iOS 系统的对面，也就是 Android 系统，要体验到100%无添加的 Android 系统，那就是 Pixel 系列啦。其他品牌的添加物呢，有些好，有些不太理想，但都是各个品牌们想展现自己努力的成果。熟悉 iPhone 的人啊，拿到 Pixel 第一个心情应该是，这是什么？怎么有种阳春感？这时候呢，请稍微注意你的态度，这是朴实无添加，不是阳春。等你开相机就知道厉害了。Google 家的强大软体运算技术呢，弥补了硬体规格可能没有别人强的缺点。据说这次 Pixel 4有机会可以拍银河哦，让我们拭目以待。Pixel 4呢，除了基本的硬体更新之外，外形也有大变动。如果你想要脱离 iOS 改用 Android， 那么换 Google 家的亲生儿子掌上明珠 ，Pixel 手机应该就是最叛逆的行动啦。好啦，以上呢五支就是今年上半年的新旗舰机啦。如果你真的够叛逆的话，你还可以选择黑莓机哦。没有想到我会提黑莓吧，因为有台湾的代理商呢引进了 BlackBerry Key 2 LE， 而且黑莓现在也是走 Android 系统咯。希望今天的下半年旗舰机整理呢有帮助到想要转换系统太友们。如果不买 iPhone 的话，要买什么呢？这个世界是很宽广的，适合别人的不一定适合你，但如果不去尝试的话，怎么会知道结果呢？还是老话一句啦，选你所爱，爱你所选。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呢，别忘记要订阅电塔少女频道，给我点一个 like， 还要把小铃铛打开，才不会错过第一手影片消息哦。拜拜。